Guizhou's greatest appeal to me is the plurality of culture. 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重要的载体的话，使得贵州能够融入到咱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去。I think Guizhou opening this national park is one of the few ways that they can really protect some of those areas. 我觉得贵州省会因为 FAD 的存在，变成一个国际平稳的一个交流中心。So now, Guizhou is using this experience that w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other industries. It felt that Guizhou, much like Shenzhen, carried the sort of the model or the blueprint for the evolving China stage. I think it's very enriching to experience Guizhou, and one should try to experience from as many angles as possible.贵州省的话呢是喀斯特地貌啊，那地区的话就没有平原地区，但是呢贵州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需要我们所说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咱们的通航等等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还有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那根据统计材料表明的话呢，贵州省有20000多座桥梁高桥，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因此才有了我们所说的世界桥梁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美誉。通过桥梁实际上是把基础设施能够有机连接起来的重要方式啊，也是把贵州省和中国其他区域联系起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啊，同时也是呢像国外啊，中欧一带一路啊，包括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我们说黄金十年，也就是过去十年啊，特别是12-5、13-5期间，是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啊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黄金时期。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贵州省公路投资1500亿以上，这在全国排名第一的。我们说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呢，它会带来两个效应，一个叫直接效应，它自身的投资就会带来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呢，称之为间接效应，啊，也就是说它对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呢有拉动作用。那么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两种效应哈，第一个是自身的发展问题，在过去黄金十年期间，我们投资额达到了上万亿人民币的投资量，自身的交通投资。那么在我们未来的话呢，还要建设投资啊，也要有几千亿的投资规模，这些都会直接形成交通投资和固定设施的建设发展对经济活动本身的直接影响。那间接影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乘数效应啊，它会带来我们的产业、旅游、我们的一带一路以及商贸物流的发展，这是它的间接效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贵州省所处的位置在西南地区，那么由于有高速铁路的连接，也有高速公路网的连接啊，使得以贵阳为中心的话呢，可以形成与中国其他经济圈的联系，比如向南可以到达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区域，当然同时也可以跟南宁有更好的联系。那么以贵阳向东啊，我们可以看到杭州、南昌、长沙是咱们四横的一个重要的干线铁路网，那么可以与长株潭以及向东延伸形成联系。那么以贵阳再往北的话，可以看到它与成渝啊，就重庆到成都的双城经济圈的话，又有一个非常有机的联系。所以说呢，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重要的载体的话，使得贵州能够融入到咱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去的一个重要支撑。我们知道，按照经济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个社会先行资本的概念，正是你有了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有了我们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之外的通信相应的服务社会基础设施，使得贵州省呢异军突起，不仅在基础设施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高科技、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也开始有了迅猛的发展。
这就使得呢贵州省能以贵州为中心向全国经济活动进行辐射，同时吸引全国各地的投资进入到贵州省，促进贵州省与其他区域的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的高频率的交换，更好地促进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贵州省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贵州想通过我们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啊，一方面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当中去，另外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经济体系都是开放型的，因此以贵州省为依托，能够向欧洲啊、向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辐射，甚至全世界进行辐射，应当是西部大通道的啊交通物流通道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统计数据也表明，自2021年11月到现在，中欧班列已经开行了23列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贵州省的轮胎、茶叶等相应的商品也输入到欧洲国家去。我们说贵州的经验呢，可以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类似地区有借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借鉴是在一个喀斯特地貌地区啊，平地起高楼，建设起来这么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这个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只要规划得当，投资方式有创新，就可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啊，形成一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交通设施条件啊，这个是为我们这种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一个样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说贵州省在这个交通设施发展方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和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交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贵州省加大了交通设施的规划和投资力度，那么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贵州省打造成西部陆海通道当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和节点，从而提出了呢要完善贵州省的交通物流的枢纽体系，形成完善发达的交通物流节点，发挥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的交通物流体系，以它为载体呢，把我们的园区城镇化、旅游发展以集聚经济的形式来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发展，这都值得我们借鉴。当然第三个方面也是贵州省所独有的一个经验，就是以世界桥梁博物馆的方式著称于世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一种景观啊，有利于吸引旅游去观光旅游，从而带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啊，这也是以旅游为经济发展为重要区域值得去借鉴的地方，一定是结合自身的地貌、气候特色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符合贵州省特点的发展方式。